Hello， 我是薛零六。如何快速的翻拍电脑萤幕界面？关于萤幕截取，有分成两种，第一个是全部，第二个叫做局部。进行萤幕截图的快速键，记得同时按下键盘中 Command Shift 数字三，三个同时按下去。这时候你桌面就会出现一个萤幕快照，点下去后，它就是翻拍你整个萤幕，变成一张 PNG 档咯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拍摄萤幕的地方只是局部的话呢，进行萤幕截图的快速键，记得同时按下键盘中 Command Shift 数字四。你有看到你的滑鼠多了一个十字架吗？这时候你就可以选取你要的范围，进行萤幕截图，点一下电脑桌面出现的萤幕快照，我们按空白键预览。这两种萤幕截图的方式你们学会了吗？那关于今天的简单分享就到这里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要订阅我。谢谢你们，下次见咯。